生蚝。这就是我有一种这几个跑鸭养不熟的感觉，可怕人了。那玩意儿就吓到门也不出，门也不出，就天天在吓吓唬。哎，我挠今天这门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看我们家这公雀，晚上没有一个老婆跟着它。因为现在天太冷了，晚上都上霜了，这家伙还在树上睡，说哪个老婆愿跟你啊，光杆司令。哎呀，看看我们家小姜黄，哎呀，傻鸭子，这么傻鸭子，切，死了吗？没有，大侠厉害，今天大侠和大王共同抓了一只老鼠，好大呀！哎呀呵，死了，已经被咬死了。你们两个太不温柔了。怎么这么快啊？没有，哦、还没有。No yet, no yet。他不让我动，战利品。抓着一只容易吗？你看那小尾巴摇的，那开心死了。这一下就死了，也太快了，大哥。你轻一点玩啊，能玩半个小时，你看这大事儿。但是你这老鼠玩一玩一天，真是。你好吗？两分钟，我就拿出手机的功夫，你就把它咬死了。还不放弃？还有吗？就这一只，它还不让我碰。大侠为了这只老鼠，它不走。工具人拎着它，这大侠就好了。行了，我给你把这老鼠放在这儿，你自己弄弄好不好？哎呦，太恶心了！我要回家洗手。啊 ，so gross！ 哎呀，哎呀，都死了，没什么好玩的了。哇，看看这海上的雾，河上的，真好看。吃起来就是在抢时间，它没几个小时就黑了。你看我们
摘出了一些黑蛐蛐。那这个已经开始了，这个已经开始了。你看，这再晚点，再晚点就吃不上了。这个我要吃个鲜真是不容易的，吃的人贼紧张。我不像我是几点钟采的，这才几点钟采的？不到，就两个小时左右。这个超过三个小时就废了，真是。然后我们这儿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需要就是它皮上有一些黏糊的东西，这要把那个黏糊东西去掉。然后这个类似于是牛杆菌类的，这个一会儿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们今天在民宿吃火锅，什么都是自备。看我们这一桌子吃，还有玉米棒。哎呀，吃吃吃，喝喝喝，还有两只累死过去的狗。今天大王上车连滚带爬，温馨的小家，来蘑菇虾火锅，不是不是，这个好好吃啊，太好吃了，嘿嘿，看个妈妈幸福，看工具人干嘛呢？工具人，就是个地，好大一棵树。江江这公园又看到了一棵桦树，上面有插卡，看他也在拍，真的是砍吧砍吧。反而这两天走多了，他走不动了，然后每次上车，上次蹲了个屁墩儿。哎，加油，上不敢上了。妈妈过来，来来来，上车。哎，过得上上。不笑不笑不笑，加油！哎，对，我帮你抱上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打一百斤的胖子，咋整？你要思考一下，笑点时间，又转一圈，再回来。上，你不上我们走不了啊！快快快，快去快去，上了，上车。坐那儿。对啊，我们得走啊，亲。